我们救他真的来不及了，相信他吧，请你相信我，就是。 放心，准备热水。快点，快点啊！你弄点干净的毛巾，擦干净。没事儿，孩子忍着点啊，不疼不疼。不疼不疼，来，快点。哎，我真的不应该动干净，要是死在这儿，算什么呀？ 下那么大雨，所有的气味都找不到了。昨天晚上突然没有了月亮，他们趁机跑了。今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找不到他们，这是偶然的吗？看来赤匪的运气太好。不，他们已经算到了今天这一步，他们往往会出现在 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小溪的下游。主任，您不说那边都是羌族人吗？赤匪的过人之处，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传我的命令，停止前进，后队被前队，按原路返回，跑步前进。好，全都有了，向后转。 跑步前进！政委，不能再等了，这上面到现在连个屁都不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要是有大动静，那就麻烦了。你就不该让银针同志上去，你说万一……人家老婆在上面，拉得住吗？ 声音了，这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哎呀！恭喜大人，是个龙子！你看呀，我们门霸有后了，恭祝我们门霸家族千秋。 疼不疼啊？神了，真是神了呀！大人，这下我们是不是两清了？清？啊，清！来啊，还不赶快把人给我松绑了！你把我男人给绑了！哎呦，大人，你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啊你？ 没事了，刚刚真是吓死我了。哎呀，嫂子，啊，原来你的胆子比我还大。哎呀，这什么？
哎呦，得罪了，得罪了。母子平安，托神的福，大人小孩都安然无恙。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哎，是用刀切的。是是是，也跟你们另外那个女人一样，用刀切的。啊！薛莹莹也是剖腹产。哎，你装什么傻呀？你老婆你不知道啊？我是说门把头认识怎么知道的？是你们那个女人告诉我的。哎，上酒。这要是和好的酒，我就喝。你放心，我们羌族人是最讲信用的。街道的事儿，头人没有问题吧？你们放心走吧。好。哦。啊，好酒啊！酒量大，胆子也大，佩服，佩服。来呀、啊！哎，别弄错了，这回不会错。没事吧？没事。哎，尹正同志，去给政委发信号。哎，哎，我去，我去。你一个女人家，你去做什么？女人怎么了？今天要不是我们俩救了卓尔纳母子，你们两个大男人就等着绑在下面喂鸟吧。嫂子真不错，今天帮了大忙了。是吗？嗯。有信号了，这个老师真是不可测呀。莹莹，来坐一会儿吧。哎，你说今天要不是我说我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春苗给剖腹的，这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是吗？嗯。哎，那个女人没有事儿吧？也没事儿，嗯，大不了就是以后肚子上留道疤呗。对了，子良，你腿上的伤怎么样了？我的伤，右边的那道，你忘了？啊？就是以前被牛顶的那道，以前你一下雨就会喊痛的，今天疼不疼？现在伤完全好了，所以我就给忘了。我才不信呢！以前只要一变天，你就会喊疼，我好的那么快呀？回家以后帮你揉揉。啊，不用不用。你看，现在在红军的队伍里面，每天翻山越岭的，身体特别好。才不信！当心！不能去，不能去！这是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管署的枪务官孟友强，你们千万不能出去，由我来应付。可外面还有我们的人呢。他们穿着便衣，好应付啊！门把头人，门把头人，你们这可是冲动啊！
对不起，是两个卑贱的小人惊扰了枪武官，还望你多多包涵呢。红色的旗子是可以随便玩的吗？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哦，是是是，千万要记住，白石头难做枕头，红军也难做朋友啊。最近红军到这边来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长官，一路辛苦了，屋里坐啊。嗯，那个旗子上好像有字。长官，您是看花了眼，你是生气这样的？还有图案，拿过来我看看。没有，没有的事儿。拿过来。长官，我就是个逃荒的，我半路上捡了这个东西。啊！还真是汉人啊！那面旗帜不会也是赤匪的旗帜吧？我本来想拿它做件衣服的，我真不知道什么是赤匪的旗子。马大人，是这样吗？是的，是的。是个屁！你也不知道这个红布上有一颗星星吗？来、啊，是。把那个脱肥的女人给我就地正法！趴下！趴下！莹莹，莹，怎么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莹莹，我看不见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莹莹？不知道。你别急，来，莹莹，你别急啊，我带你去看，我一定把你看好。嫂子，这样看得见吗？什么也看不见。子良，子良，莹莹，我在呢。莹莹，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伤了你，我真该死。这不怪你，不怪你，啊。怎么样？他的眼睛到底什么情况？没有检查出有什么外伤。老宋啊，嗯，你听说过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眼睛瞎的吧？没有。也就是说，是一个意外。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同样在你眼前开枪，你不见得就会失明。薛莹的眼睛。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可是我估计银针同志的这一枪造成了他眼角膜内部受损，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这是由于大脑皮质受到了强烈刺激而引起的皮质以及皮质中枢神经机能的失调，应该是叫做异阵性失明。哎呀，你别净给我讲我听不懂的，你就说薛莹莹会不会真的看不见了。我也没有学过，我在书上看到的就这么多。这奇怪了，那我的老家浏阳那老放鞭炮呢，也没见谁眼睛好好的就看不见了。哎，陈明，
把手电筒给我。哎，你干什么？不许变。哎，别变。好了，把念珠眼闭上。你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嗯，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一个亮点儿。你眼睛好好的，怎么会什么都看不见了呢？哎，好像看见点了。啊，老师啊，按照春苗刚才说的病理，我估计这种癔症性失明是感觉障碍的一种表现，是假性失明。哎，好了，能看见了。哎，你刚才说假什么？是假性失明。也就是说，薛莹莹可能会跟你一样，自动恢复视力。真的？我认为有这个可能。子良，我怕。莹莹，不怕。你的眼睛现在没有外伤，说不定过两天就会好的。可是我看不见你了，我也看不见回家的路了，我都不想活了。不能瞎想，莹莹。你放心，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的。真的？真的。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对于我来说就更安全了。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薛莹莹眼角膜受损太严重了，视力永远无法恢复。你们这些当医生的到底有没有个准信儿啊？老师，你不要着急嘛。春苗医生，来一下。啊，来了。来，我们刚才说的话，先不要告诉他们。知道了。老师，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发现？哎，文八头人怎么来了？哎，你好啊，文八头人。哎，石团长，刚才我的族人快马回报，一对拿枪的汉人已经到了白泥沟啊。白泥沟离这里还有多远？不足十里。来的这么快？啊，文八头人。谢谢你，不用不用。哎，给我捉那接生的那个姑娘在哪儿啊？啊，在那边。哦，姑娘，姑娘，你妈头领，来。哎，姑娘，你们真的要过这草地？嗯，不容易，不容易呀。羌族的护身符吧，这可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太阳红花，是很多年前在草地对面的鹰嘴山上采来的。用它泡水喝，可以去病消灾，放在身上，神就会保佑你们。谢谢你。
我们族人都尽力了，是非实在是太厉害了。来啊，把它盖起来，抬走吧。是。来来来，过来。来，韩总，都检查过了吗？ 这些人在屋里乌噜哇啦说些鸟语，我跟他们说的他也听不懂啊。文马头人，在。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来了10个人，2个女的。几个女的？就2个女的。一个穿着军装，一个穿着便装。他们叫什么？这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的，嗖嗖嗖的，挺吓人的。 没有办两件事，谢连长到了吗？我命令他连夜赶到，人在外边候着呢。好，叫他进来。是。报告，谢本才前来报道。 山的时候了，本才不才，一切听从主任安排。娘，哎呦，咱们这是到哪儿了？我怎么觉得有点臭啊？松柏草地。 草地了，哎，你赶紧帮我放下来，我自己能走。没事，没事，莹莹，你不是眼睛看不见吗？可是你的腿也不好啊，你快把我放下，你放下，我真的能走。哎，我来背一会儿吧。不用，歇会儿，歇会儿。团长，不用，我能走。哎呀，嫂子，你还封建什么？我来吧，来来。哎呀，你真的能走？这，哎，谢谢了。哎，没事。哎，哎呀。 团长，啊，你看我这个瞎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嘿嘿，没事儿，也成了子良的累赘。哎，你这个男人啊，是个大好人呐，自己腿坏了，还背着你。是啊，哎，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他的腿让牛给顶了，那血流得哗哗的。莹莹，你老说这些干什么？我现在虽然不能和你一起回家，但是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尤其是现在。哎，你听听，你听听，你听听啊，有情有义大丈夫嘞。嘿嘿，嫂子，你就偷偷着美吧。哎，银针同志啊，你昨天的枪打得可真够准的。是吗？啊，一个打中了心口，一个打中了头部。嗨，团长看得可真够准啊。嘿嘿，我当兵这么多年啊，别的看不准，这个还是能看准的。哎，尤其那开枪的姿势，够潇洒啊。潇洒？嗯，嗨，谈不上，我也不知道枪打到哪儿去了，反正把他们打倒就行。嘿嘿，你不是说你很少打枪吗？这一出手就是2:0啊。嗯，有天赋，有天赋啊。也许吧。哎，嫂子，嗯，你们家男人小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淘气啊？像打弹弓啊，扔石头什么的特别准啊。他呀，他小时候可皮了。哎，我小时候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啊，团长啊，你说的那种弹弓我是真的没玩过啊，尤其是那种能杀人的弹弓我见都没见过。你看看你，银针同志，这不多心了吗？我又没说什么啊。还是团长心眼比我多，略施小计就把白匪远远的给甩在后面了，不是吗？啊，对了啊，你说这一路上白匪为什么没有跟踪我们呀？嗨，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猜应该是我们留下了什么气息吧，要不团长怎么会带着我们趟了一夜的河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这点雕虫小技啊，在你这个老地下的面前一下就原形毕露了。不过进了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地，就什么味道也闻不见了。族人，你都弄到哪里去了？那马头人，我不是和你解释过了吗？我需要向导。那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青壮年呢。他们现在在哪里？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呀！剿匪重任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吗？去远洋流，春风不度玉门关。吃完饭，原地休息啊。
哎，嗯，想什么呢？今天啊，啊，银针同志击毙敌人，打的那六枪，我总觉得不像是从来没有打过枪的。四枪命中，两枪打飞，命中率67%，不高啊。问题在于啊，命中了那四枪的精确度，跟打飞的那两枪比，完全不像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但只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嗯，有问题。我发现啊，每个人中的那两枪，弹孔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心呐，确实可以说有运气的成分。可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头，连着两次打中靶心，就不是运气了，是本事。嗯。可为什么明明可以一枪毙命，却偏偏要连着打两枪，而且打在同一个要害部位？这只能说明是长期养伤的射击习惯。再加上长期的心理暗示，绝不留活口。他既然有这个本事，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被人没好事儿。我现在担心的是打飞的那两枪，那也是一种本事啊。你是说他在演戏给我们看？要不怎么解释？薛莹莹这关过了，可他们俩这关怎么就过不了呢？必须赶快找到密电码的备份，早点除掉这些家伙。莹莹，你先坐一会儿，我去方便一下啊。我也去一下。子弹，所有东西全在咱们手上。子弹，子弹，你能给我几发子弹吗？子弹？咱们俩的枪不是一样的吗？怎么，你的子弹打光了？不是，团长说我那些子弹都是臭弹，给没收了。我知道大家肚子里没食儿，怎么办啊？睡觉。
团长，团长，我手枪里的子弹打光了，我听说你这有，能给我几发吗？嗯，这草地上有敌人吗？嗨，敌人都叫你吓跑了，但凡事总有万一啊。哎，有这么多人保护你呢，你就不用枪了吧？哎，团长，你那子弹不会是只给春苗一个人留着吧？嘘。啊，谢谢。哎，就剩六发了，看准了再打。兴许我还能打只兔子呢。子良，莹莹，有什么事儿啊？你饿不饿？还好。好什么呀？你看这是什么？莹莹，你怎么不吃啊？我不饿。不可能，你吃吧。你吃。子良，你是当家的，这个家里不能没有你。再说，现在子瑜已经不在了，邢家可就全指望你了。你吃，啊？哎，我吃，我吃。来，莹莹，你先坐下啊。慢点啊，坐这儿，来。你快吃啊！哎，我吃了啊。啊，好。嗯，嗯。好吃吗？好吃。嗯。甜不甜？甜，就是有点干。莹莹，你还有吗？啊，没了，我下次再给你留点。哎。团长，政委，春苗医生，说话，子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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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子良，子良，走，快点，你好，子良，到底怎么回事？应该是吃了什么有毒的食物。大家吃了都没有事儿，怎么单单银针同志出事了呢？小杨，银针同志是不是单独吃了什么东西了？这，哎，程阳，有没有解毒的药啊？问题是，我们现在得先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哎，小杨，银针同志是不是喝了草窝子里的水了？他到底喝没喝吗？好像喝了。把啥给我。
你这干嘛给？来来来，老师来，把他扶起来。来，嫂子啊，来，把嘴搬开。